放弃了。不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就凭你这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就凭我的拳头。体鳞伤，却还要勉强自己笑着。你拯救了我，拯救了大家，却要独自去承担所有的痛苦，甚至付出生命。牙医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拯救世界什么的大道理，我也懂。牙医，但是你要我如何忍受这一切？牙医，不要！我只知道，我心里比起这个世界，你更重要。那一天，你向我伸出了手。从你抓住我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命运就被你改变了。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如果拯救你是一种罪，那就让我来当这个罪人。再见了，提亚玛。
高い。